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初哥学投资，我是李国庆。内地商品房销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一成半，楼市对经济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啊。分析楼市的兴衰，固然不能够忽视楼价啦。现时主要有两大楼价指数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。第一个楼价指数是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大中城市楼价，涵盖70个大型和中型城市的一手楼以及二手楼的楼价行情。另一个楼价指数是由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八成住宅楼价，是目前覆盖城市最多的楼价指数，主要研究新楼、二手楼以及租赁的价格。内地楼价好受国策影响，好似自2015年起，中央放松楼市调控，取消限购，放宽贷款，楼价一度按年升超过18%，受惠楼市交投畅旺，内房股业绩大受推动，好似蓝筹内房碧桂园2016年盈利就上升超过30%，2017年更加上升超过1倍添，刺激股价在2016年和2017年两年间上升了超过7.5倍。到了2017年之后，楼市政策再度收紧，楼价升势就受到控制了。到了2018年底，升幅减少去到得翻5%，碧桂园在2018年的盈利升幅就放缓到去得翻30%，股价一度由高位回调60%咁多添。总结而言，透过月度楼价数据，初哥可以了解到内地楼市的表现，楼价的高低对内房股的盈利以及股价都有重要影响的。